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五一假期到了，又是五五朋友节，一起开黑的日子，朋友开嗨怎能少得了一套快乐又强势的五排阵容呢？咱们这就推荐几个好玩又好用的上分组合。王者毕竟是推塔游戏，核心机制还是拆塔，这里啊推荐一套无敌推塔流，辅助流铲射手元芳对抗路老夫子中单米莱迪，那也可以随便来一个，最好是支援清线快的英雄，前期正常对线，中期开始四个人随意组合，两人一路打野再带一路，是绝对能拆到对面怀疑人生。这个阵容前排输出开团清线都不差，正常打团也完全有的打，如果想玩点究极花活，那还有更快乐的阵容，中路可以放弃米莱迪，选择一个大乔或者孙膑，中期带着刘禅老夫子到处转线拆塔，留下李元芳守家就好，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司马懿、露娜、芈月之类的法系打野补充一下法术伤害，实在没有啊还是要选择支援快的英雄最好，这个打团上就没那么强势了，全靠大乔孙膑带啊，要谨慎使用，有无敌推塔流怎么能少得了无敌打团流呢？之前啊最火的中上辅组合叫孙白杨，杨一环吃操作，白起现在不算太强势，那我就推荐你一套更强的孙吕扁组合，就是啊孙膑吕布加扁鹊，扁鹊现在奶量还是可以的，腿短支援慢的缺点可以让孙膑完美弥补，而吕布和孙膑堪称啊做梦组合，孙膑开大的一瞬间吕布也跳大，大范围减速沉默能让吕布跳出完美大招，之所以选吕布，一是开团成伤很好用，二是啊选白起八戒这种坦边对面必定是吕布马可伺候啊，那我们还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直接拿吕布让对面无路可走，因为啊孙吕扁前期不是很强，而且啊抱团走的话没人保后排，那么打野射手最好选一些前期强势或者单人能力强的打野，我推荐肉凯蓝啊，射手可以搭配李元芳、蒙亚、马可，这些英雄搭配在一起打团非常强势，游孙膑啊不会太笨重，完全是可以上 KPL 的阵容。看到这里啊肯定会有人说了，大仙大仙我凑不起五排，最多只能双排怎么办？那也好办啊，这就给你几个打双排的组合，孙策自从加强后是可以走打野位的，这个时候搭配上一些开团的英雄效果也是杠杠的，这里啊上中辅各推荐一位，上路可以拿钟无艳让孙策带着进场能省闪现，中路啊高渐离最好来个巡回演唱会，团战效果绝对爆炸，辅助这里能选的很多，我推荐拿一手苏烈让对面在天上下都下不来，这些开船组合主要是看船夫的技术，只要船技精湛就有无穷可能，那很多朋友会想了，万一对面拿这些阵容怎么办？很简单，这些组合归根到底是要抱团推进的，只要选出女娲、嬴政、周瑜这种清线快的中单即可，再不济也能拖到后期找机会，然后打野边路选一些能担待的英雄，核心就是兵线牵制让对面不好抱团，以上绝大多数推荐组合都并不需要过高的细节配合，使用英雄难度也不高，只要是五排有沟通完全可以拿出来用，你们还有哪些自己非常喜欢的阵容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。一个案例名为花大鹧鸪的先有留言，被最近的游戏环境气到不想玩了，以后就只看大仙玩吧，后面要好好学习了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不是成功劝学了一波吗？学累了记得来我这里加餐，取得好成绩也记得发动态劝我哟。大友公会965365，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